苗栗县头屋乡明德国小五年前开始推实农教育，每个年级都有负责的耕种菜园。校方近两年来和明德社区合作，新学期开始就邀请长辈指导学生种菜，并结合育新农法宣导无毒耕种理念，祖孙共学实农乐趣。头屋乡明德国小菜园区全校师生总动员，翻土除草，还有种菜苗，大家忙得不亦乐乎。第三次，那每次都是有阿公阿婆来过来跟你们一起种菜，你觉得好玩吗？好玩，因为他每次都会教我们种菜的技巧。那其实像社区里面有教你们用育新农法去灌溉施肥，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啊？因为可以防止用农药来驱虫。明德国小五年前开始推实农教育，每个年级一班栽种照顾。去年明德社区约长辈们同乐，拿出多年的种菜经验，告诉学生菜苗的间距、施肥的方法和社区推广的育新农法无毒耕种体验。就是希望长者的智慧能够传递给孩子们，那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长幼共学的部分也是我们社区的特色之一。啊，要到育新农法成得过，应该是环保署提拔给跟我们环境教育奖，哦，全省里边是前六名。啊，所以俺就希望讲，包括应该有沙溪老福教的部分的话，做应用，他敢用做应用用安尼方式来种，所以俺有做提供福教有实农教育以后，啊，俺做。老爷，我就会育新农法来办到福教了，一片了。时令蔬菜就带学生用心照料，等到收成的那一天到来，开心为自己加菜。